现在是早上8点，外面的温度现在是-13°，看看这个小河沟都冻冰了哈。全部冻冰了，上面都能进住人了，我估计人上去冰都不带塌的了，最近冻震后了，都在有哈的气儿了。现在这个村子叫长岭子，长岭子朝鲜族村落哈，也是一个朝鲜族村。哎，这个村子的房子就是十户人家得有三户到四户都没有人住了，因为这个是朝鲜族村嘛。朝鲜族的人10%，这村子得有一大半的人都搁韩国打工呢。我刚才说那个大姨的蘑菇，就是大姨也是朝鲜族，他说他的儿子姑娘都在韩国打工。我说这边的房子，他说那都是朝鲜族人的房子，他们去了，有的一家去了他们就不回来了，我儿子那边这个房子也没卖，都是还搁着搁着，他们就是属于去打工去呗，打工可能跟那边就是，像我有的朋友就是他是拿的那种就是可以跟那边长期打工的那种签证，F4 了 ，H2 了 ，F5 了，永住权了，啥的。看这边这一连线，1、2、3，一连线3所房子，都是没有人住的。那个大姨说他们都去上韩国去打工去了，都是一家一家走的。还有的大姨说是，还有的他这里头是，他有的人还上那个县里，上新民县里去买房子去了，上县里买楼，人家也不回来了。小山村留下的都是岁数大的，他看着办着度，我可歇着这玩意儿了，老了办着了，都是木头，烧炕用的哈，我们东北。冬天前必须得烧这种木材，好几大垛，这人家一瞅就立上，摆的整整齐齐的。太冷了，找拿一会儿那个手机搁外头这么拿着哈，冻手都。我还得搜，我先搜。太冷了，找去喊了一圈就收着那一个大姨的蘑菇，没人出来。看这房子没人住的，老多空房子了。这个村子我刚才是走了一圈，这都没人住，都去韩国打工去了。这边这个都没人住的，锁都锁门，这一连1、2、3，这个这个那个
一连六七栋房子呀，都没有人。这个也没人住，这个房子就有那个显著房的特色了，八角房。前面那个也是八角房。哎呀，前面的房子都没人住啊！爷们儿，有点蘑菇没？有。这边这空房子这么多呢，是不是都是上韩国去打工去了都啊？啊，闲着人住。都闲着人住，这都上韩国打工，人不回来了就哈。嗯。老了空房子了，一个村子里头啊。嗯嗯。哎，这哪都一样。哪都一样哈。管上老的了，家了。管上老的了。小的都走了，都出去发展去了。寡剩老的了，小的都出去了，我不也是小的吗？哎，走不出去，搁家混吧，就还得往前收我的。哎，村子收完了，跟我下伙干。村子收拾的挺利整，挺好。